大家好，我是东宝，今天牛逼生日，23岁了。我们和老乡买了条鸭子，但是我现在要找鸭子，鸭子去哪里都不知道了。老乡不在家，让我们自己来抓。对，我先去找一下啊。嘎嘎嘎！什么鸭子要咋吃？问题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鸭子在哪里。嗯。找完之后就在河里面去找。他难道去河里？啊，那也都可以。这是一个比较忧伤的故事。没有啊，这里。没有，所以可以河里看看。我的天，他们个人到洗澡，怎么每天去到洗澡？我也佩服他们。嗯，就在河边。嘎！嘎！我们今天是买了一只母鸭子啊，因为吃不得公鸭子。那个母鸭子应该有15斤嘛，我来看了。你分得清公母不？这种鸭子母的就比公鸭子要小一半，你看嘛，你自己你说哪只是母的，来，来。这里一共有4只嘛？嗯。你看一下。哪只是母的啊？大家猜猜哪只是母的？中间那只。嗯。就它最小嘛。嗯。啊。速度要快。哦，可以，一下就搞到他了。这鸭子就说你了。嗯，天天洗澡吗？嗯，天天在那干净的水里面洗澡。大概有几斤？这个应该4-5斤那个样子吧。今天趁着和你蹭餐换吃一下嘛。嗯，这话说的。哎，母鸭子，看一下啊，这种鸭子它的肉啊特别多啊，就像那个什么鸡一样的，它全是肉，这个啊就吃起来就舒服一些。嗯，这现在鸭肉价格是25一斤。他们那么不讲公鸡养胡蹦。啊，胡鸡鸭子，这是鸭子给给的嘛。你媳妇都做了，你们米饭耶。好吧，好，我们先回去称一下啊，称一下到时候给钱，应该一餐够吃了。生日快乐。嗯，都快乐，同乐。对，豆豆，今天又骨头起，看这好重啊，10斤3两，10斤3两啊，107.5啊，108啊，食色无足，888一路发。嗯，可以。嗯，代表是留点儿娘的，可以。我们吃应该够了，这个啊，完全够了，就我们3个人。嗯，爸又在外面做事没回来，是不是？哥，来摘。哎呀，来摘，今天又骨头起来摘。进水。我姐，你过来，你看着我。俺们做饭，打你手。这应该比河里水热乎多了。嘿，你不要看那河里水，再过两天也热乎了。那边山里上水更那个是，因为做鸭子那水是热的。开膛破肚，你看这旱鸭子肉，喝不喝？有的人喜欢吃水鸭子。水鸭子嘞，它没有那没有那味道啊。水鸭子有油嘛，炒出来香香嘛。嗯。水啊，就是油多肉少。嗯。旱鸭就是相反的。嗯。这个大的牛一声。嗯。鸭蛋，看鸭子啊！不可以掉。你是不让我吃了？你吃了要搬掉啊！也给你装完出来，但是鸭子不能多吃几餐，鸭子不像鸡肉，看没？鼻去掉，我带鼻子。
啊，这鼻子好紧啊，闹的。吹嘛，老师，吹不脱，好硬。哎，鸡它吹得动。鸡吹吹动，鸡卵嘛，鸭子一年了。看这道肉香不香？嗯，原始金属啊。看这个肉。肉好不？基本上都是瘦肉，没什么油的。嗯。切小点啊。嗯，切小点入味些。脚。烤面。好脑壳。脚烤子。炸子，烤的。你这是菜油。鸭子肉。哦，青菜的鱼就可以打，这个鱼可以。好，他的第一点我们这边的花椒，麻椒好吃的，盐，辣椒的好油然的，放点辣椒，这个辣椒有点浪费的味道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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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够你发出来了。啊，这起我发的啊，搞冷水我切它就是。要的，要的啊。大蒜，啊，快搞熟，搞一下你。搞熟。鸭子肉，真是啊，好吃了你啊，好。嗯好，生日快乐！祝快乐！嘿嘿，又老一岁。我生日大一岁了。跟人家过生日。嗯。跟你。啊。你家去过的吗？嗯。我看什么呢？我不生日说，他说。我从来不吃说，我生日他说。我没有生日啊，看他餐桌。反正俩在外面嘛。不走没有入去。嗯。现在吃饭就是小，我们说吃面，我没问他呀。肉呢？可以。他可以，那鸭子肉裹得细嘛，比较入味。可能要平，像以前我们吃我们肉应该不可能。嗯。有好多东西吃不进去放。嗯。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吃鸭肉嘞。好像是的，你们是第二次哦。好像是的，那我们那边我没到嘛，嗯，我到医院。好像是，这你对呀、啊，就是没有辣味。不能放，不能放我们辣椒，这辣椒是买的，一点辣味都没有，才25块钱一斤。老邓，来噻，起骨头来。快来，快来。两条老虎。快起骨头来。今天骨头多，哎，豆豆儿，快来！啥子啊？清淡的炒法。可以，炒鸭子肉，就炒这个旱鸭了，就是要这样，小块小块的切着。可以。而且好入味。吃旱鸭子。辣子要多，我吃了脑壳痛痛的。哎呦，啊喽喽喽喽！他是肚子是不了去，那这他都嚼不起来，可能。还可以，他说有点咸，有点热。咋好吃的？先开始是有汤嘛。嗯。这边再香啊香的。嗯。没在动嘞。我先装脚面一起走过来。嗯哼。你快点我压根。娘子压脑壳你在压脚。我拿到帮。
还没煮完哦，啊，肉煮完的。肉过得小，再大。那是带不动。那谁？谁？墩儿。墩儿，门杠啊！墩儿就去压脚。那这家伙那会儿可以放到医院去。他吃东西太斯文了。哥们儿，哥们儿，锅巴给你们，行，高点儿。给你喂狗肉，我不愿意陪尿骚，你在下边还把菜单给人家不好吃。哥们，高点儿，哥们儿们。狗肉。这锅巴好吃，这锅巴好好吃。哦，你装到了。对的。哈哈哈。现在，锅都没。奶奶，奶奶，好吃啊！哎，刚刚那人搞出来的就这么简单的。你弄一年四季一样菜。嘿嘿嘿嘿。好，别废话。但是这种。一锅菜比那种菜好吃些。你四季菜就是一到冬天，反正你天天都是一样菜，火锅嘛，还老是下小菜就是一锅菜，反正几样菜嘛也就是一锅子。基本上还是来想想想去吃那种大乱炖火锅，真的好吃。一锅乱炖。那好吧啊，我们这就炖出来了，走了。